熒幕八爪魚，八足咁多爪，為你報道城中熱門話題。今個星期會同大家介紹年宵同埋新春活動，同大家一齊開心迎新歲。仲會有林子祥嘅訪問，聽埋好多好多英文歌又好，中文歌又好，都有影響到我。跟住會帶大家睇下多倫多嘅探戈舞馬拉松，同埋去充滿特色攤位嘅冬日市集尋寶。總之每個禮拜約定你，星期日晚7:40，熒幕八爪魚。